普丁专机要飞到阿布达比的时候，有空军四架苏-35S 战机半飞，好，半飞护航保护他嘛，哈，是不是觉得他此行哦非常的危险呢？好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中间哦有任何的插曲。结果，而且特别是我注意到，他这个战机还挂弹，是挂弹半飞的方式，哇，不得了！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特别用这个俄国的空军来半飞啊，表示他很尊荣吗？不止吧，应该还有安全的考量吧。这个其实有多重意义啊。第一个就是，正常来说，你不是在你自己国家的境内，你是要飞到别的国家去。你半飞理论上来讲，只能够在公海跟你自己的空域。那到了别的国家领空。你的战机应该是不能进去的，理论上来讲，可是他进去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表示他跟这个，因为他中间要经过伊朗，那表示他跟伊朗的盟友的关系真的非常坚定，然后他后来到了这个中东这里阿联这里去，然后他本来照理来说，如果以最短航程的话，他应该要经过乔治亚跟亚美尼亚，就他刻意绕过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一些敌对的势力对普丁是有不满，所以他等于说他此行不会承受任何风险，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完全采取一个全程半飞这样的一个状况，然后又挂弹，所以第一个表示他跟伊朗跟这个阿联之间的交情非比寻常，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交情。第二个，他的实力在中东还是不容忽视，因为这些国家容许他用他自己的战机挂弹飞到别人的领空去，对，这是非常很明显的一个。对，一个就是表示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易非常非常巩固，不然正常应该是你飞到我的国境边，应该是换由我的战机来护航你就可以，所以这是一个。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到阿联之后呢，他们居然是直接用他的空中仪队直接在飞，就是那三条那个俄罗斯国旗的颜色直接过去帮他做一个欢迎仪式，是表面上是在欢迎普丁而已，其实不是，在我看来那是在洗脸美国哦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本来在中东势力最大应该是美国，可是现在因为美国就是力挺以色列的关系，他已经跟中东这些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全部闹僵了。是，那你要知道，普丁的身份可非同寻常，他不是单纯俄罗斯总统，他是美国为首这些西方国家的通缉犯哦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不但大摇大摆的迎接他，用元首的仪式迎接，我还特别帮他做了一个秀。对。去秀出俄罗斯的国旗，所以这在传达什么意思？传达我根本不甩你美国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啊，阿联酋领导人不是还特别在那机场去迎接他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开玩笑啊，他不是王储，是我国王。所以这再再都表明了，其实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对美国非常的不满，所以我就故意做给你看，我就是要迎接你的敌人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把整个事情弄得很大怎么样？我还让他飞战机飞我的领空怎么样？我跟俄罗斯才是朋友，你美国已经不是我朋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。那当然，他嘴巴永远不会这样讲，跟美国还是很好。可是他就在告诉你，美国，你现在已经失去我的信任。说实在的，这次呢，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阿联酋，那普丁呢，哇，马上就先第一时间啊，你看一到了机场就获得热烈的欢迎，哈，高规格的迎接。那此外呢，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一次呢，特别你看他的专机就降落哈，他停机坪，还有很多的官员迎接他，还有骑兵护送前去总统的宫殿啊。那么这次当然呢，有这样的一个规格去迎接普丁，这个说实在的，这个当然是有面子了，但是里子其实大家很关心，就是这一次当然我们都知道是 OPEC Plus 的石油国成员国，可是呢谈石油议题之外，谈加萨的局势，还谈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个议题，要深化这个俄国跟这些国家的共同合作。老师，我觉得三个层面哈，第一个大国重返，俄罗斯重返到国际舞台，而且是很光荣的大国重返。你不要忘记，在乌克兰战争之前，其实俄罗斯还在叙利亚打仗的。那因此大国重返的意思就表示在军事、能源、地缘上面，它其实大国从俄罗斯重返到世界舞台。那这也代表着他离开之前到现在，这个世界已经跟美国越走越远了。透过大家迎接俄罗斯的大国重返，其实是跟美国叫板。那韩冰讲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做给美国看。对，那
这个你问啊，中国大陆也做了很多，但中国大陆做法，它其实是在联合国宪章、国际这个法以及在它的整个习近平外交的这个架构之下，透过安理会以及很多的这个金砖的会议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。是，俄罗斯是会出重手的，他说跟你打架的，你知道这个国家是不得了的。第一点哈，那第二点其实是石油美元。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三个国家，因为他回到莫斯科之后，那个伊朗的总统莱西会去莫斯科，对，所以他现在还在阿联酋，对，明天会去那个沙特、沙特阿拉伯，这三个国家现在都被接纳为金砖国的会员国。他沙特已经去了吧？对，然后呢，上一次他们开就是金砖有关于加沙问题的时候，这三个国家也都有参加，也都有参加。然后呢，也都说明年一月一号开始，这十一个国家要研出一套新的支付系统。是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也许不一定本国币交易啊，但是呢，新的支付系统要挑战美元、石油美元了。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的，因为俄罗斯是 OPEC Plus 的那个 Plus。很重要，而且最近不要忘记那个第十个排名第十的巴西啊，他现在也要加入到这个里面哈。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的局势从地缘到能源都在大的这个转变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也就是，我觉得在这个加沙的议题上哈，这些周边的国家，阿拉伯，然后呢穆斯林，甚至就是全球南方啊。因为你如果不出兵，你不动武，其实你外交的压力，以色列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嘛。对。那美国根本就是等于是把重兵放在那边，不准别的国家动，然后呢让以色列继续的屠杀嘛，对不对？当布林肯去了三次回来的时候，他又送了2000枚那个重磅炸弹，对不对？来自于奥斯汀，这美国这个完全说一套做一套。现在俄罗斯来了，对，俄罗斯来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伊朗真主党。或者是也门的胡塞组织，我觉得美国有压力了。美国现在会先担心到，就是说，你说那个战争会外溢吗？这个战争的外溢的可能性很难讲，因为背后伊朗的这个角色，我们要看伊朗莱西特别还要去莫斯科这一段很重要，对，这一段很重要，就是明天的事了。对，因为他大概不方便去伊朗，所以呢，就直接在莫斯科等于是接待这个莱西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从石油美元到跟美国这个呛虾这个叫板，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加沙问题，因为这个加沙问题上啊，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完全失去任何道德的正当性，根本就是大屠杀。是，那一定要有一些国家做一些动作出来，做一些这个动作，如果做得及时哈，你会得到掌声的。讲到这个钻石哈，世界第一大生产商是 De Beers。然后第二就是这个俄罗斯的阿罗莎公司哦，俄罗斯政府还有这家公司1/3的股份，它在2022年上半年的收入就是19亿美元了。哎，用这个方法到底对于俄罗斯的影响会大吗？非常小。我其实都怀疑说，这件事情是 De Beers 在后面游说吧？我跟各位讲说，其实你知道最近因为这个人造钻石的技术啊，是飞快的进步。然后当然到目前为止，它没有办法制造出比较大型的钻石。但是呢，那一种大概我忘记是多少分以下的那个钻石呢，他们其实是用碳，然后高压高温的方式，然后形成的人造钻石。现在。除非你有很精密的仪器，否则是完全无法分辨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钻石价格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对 De Beers 影响非常的大。你的意思说，就是那个真钻的价格就上不去，受到了影响，就受到了影响，就受到了影响。哦，所以那这个如果说影响不大的话，这你其实很难看到它能够产生太大的影响。事实上，从去年一直到现在，你会发现到说，西方对于俄罗斯它可以出口的产品，所有的制裁通通无效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那印象就是之前不是说 G7 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要限制所有俄罗斯出口的石油一桶不得高于60美元。对。
可是呢，在今年的他是今年的五六月的时候才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决议。可是今年八月之后，俄罗斯所出口的所有的石油通通都超过60美元，他们连无力去阻止他。当时其实有一些就是查核机构，然后提出了警告，然后要求呢 G7 国家采取行动。那时候英国政府象征性的，然后就去查了一下，说船运公司，因为他们限制的方法，其中有一项就是。保险公司你不可以保险这些邮轮嘛，哈，然后呢，这些邮轮公司呢，如果说是一桶超过60美元的石油，你就不可以去载运嘛。他们有象征性的去调查，最后就是不了了之，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因为这一些俄罗斯的产品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都是属于世界流通型的，并不是说我特殊的说我这边生产了，比如说华为。他如果被制裁，坦白说有很大的地方有 就市场而言，如果说不是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市场的话，那其他国家在用华为的时候就会有压力，因为那就是华为，大家都看一下。可是现在油你怎么分辨得出来这个油是 A 的油还是 B 的油还是 C 的油，而且就 绕一圈，对，你可以绕，对不 对而且印度没有制裁啊，中国大陆没有制裁，所以它的出口市场其实完全不受影响。实际上就连伊朗哦，它的石油是被制裁的，可是现在伊朗哦，你知道我去查了资料，就像中国大陆所进口的石油当中哦，其中成长速度最快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。哎，大家想说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有产那么多油吗？哦、oh, no， 通都是来自于伊朗转口。所以我就说，就是他要去制裁这一种你很难去分辨来自于哪里的这一些产品，要发挥效果很难，而且它的市场有大量的市场可以出去，比如说印度啦、中国大陆啦，对，还有很多的南方国家，对，照样有人买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买，那还有别人要买啊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